今天介绍的这部泰国恐怖片叫《鬼舞虐》《鬼舞乱》，也叫《五条大路通阴间》。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这部电影，因为它不光是泰国风格式恐怖片的巅峰神作，更是影史上屈指可数的璀璨里程碑。就剧情来说，空前绝后，史无前例；就导演编剧阵容来说，更是强强联合的良心佳作。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泰式鬼片，鬼影、鬼之姐、连体婴、鬼宿舍、鬼肆虐，全都出自他们之手。个人认为，其他泰国恐怖片可看可不看，但这些电影绝对是你百看不厌的精品佳肴。之前都有解说过，有想看的朋友可以到主页翻找。至于今天这个《鬼舞虐》，更是直击人性软肋的梦之蓝精品纯娘，历久弥香，越看越带劲，越品越着迷。现在开始《鬼舞虐》第一个故事《索命棕榈记》。一辆汽车行驶在昏暗的小路上，突然一块石头砸了过来。画面一转，小北被母亲送到寺院做苦行僧，他眼里充满了委屈与不甘，因为父母离婚多年，母亲也已改嫁组建了新家庭。虽然和父亲一起生活，但为何会是母亲把他送到这里呢？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呢？随后小北跟随师傅和众师兄到山里下转悠，却不慎踩到了地上祭品。等他清理完脚上东西，却发现其他人早已消失不见。匆忙去追时，又被一个高高在上的木头深深吸引。这时师傅突然出现，告诉他这是棕榈祭台，专门祭祀恶鬼，明天没有月亮，恶鬼就会现身，还劝他远离这里。叛逆的小北根本没有听进去，轻蔑地瞅了师傅一眼就离开了。晚上小北饿得直发慌，就从祭坛偷了一些祭品拿回来煮。师兄看到后就劝他遵守戒律，作为僧人天黑后不能吃东西，更不能吃恶鬼的祭品。小北才不管，端起来就要吃，争抢中手不慎被烫伤，可下一秒盘子就诡异的腾空飘起。看到这个，小北只得瑟瑟离开，但他还是不死心，再次来到棕榈祭台下。这回他有些害怕，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。就在他惊恐的四处张望之时，一个苗条的恐怖鬼影悄然出现。小北害怕的想要离开，结果祭台突然坍塌。本以为跑回房间躲避就可化解恐惧，没想到窗户却突然莫名开关。只见大长腿怪物嘶吼着经过此地，小北害怕的躲进被窝，不敢露头，然后大叫着从梦中醒来。但是看到手上的烫伤后，才意识到刚才的恐怖景象并非幻影梦境，也没来得及多想，就跟随大师来到了祭台前。祭坛倒台，此乃大凶之兆，预示着恶鬼罪孽已赎完，将进入轮回重生，新的罪人将成为恶鬼，再次赎罪。小北听到这些话后，心中略感不安与恐慌，就决定收拾东西离开这里。大师劝他过了今晚再走，可暴躁的小北直接将其推倒，踏入了丛林。半路上恰好偶遇师兄，对方把他带到一处山洞，面壁思过。因为这里是师傅进修的地方，也是犯错僧人祈求原谅和救赎的地方。由于小北之前犯了错，现在又冒犯了恶鬼，所以必须留在这里轻轻祷告。师兄拿出一本经书让他诵读，还告诫他好好反省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理会。师兄离开后，小北也开始念佛经，但是念着念着就出现了痛苦表情。当时他和一个朋友出去办坏事，直接把石头砸向了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上。本想趁火打劫，没想到竟亲手害死了父亲。因为挡风玻璃碎裂，车子失控，父亲当场丧命。想到这，他悔恨交加，泪流不止。这时山洞里的蜡烛接连熄灭，同时还传来恐怖叫声。受惊过度的小北早已忘记了师兄忠告，慌不择路地逃出了山洞。寺庙里，大师正和众弟子为小北的修为做法事，看到绳结断开，无奈叹息道：这就是因果轮回。从山洞出来后，小北一路狂奔，突然从草丛里传来异响，便顺手捡起石头砸向了草丛。没想到石头却接二连三的迎面飞来，把他砸的是面目全非。小北趴在地上给母亲打电话忏悔，可对方接通后却听不到任何声音。小北看着和父亲的合影，大喊对不起，最后身体越来越长，手臂慢慢腐烂，变成了之前的恶鬼模样，只留下一声嘶吼咆哮回荡夜空。不良少年小北无意杀死父亲，被母亲送到寺院忏悔，可他不仅不思悔改，还做了冒犯祭台的事，结果直接被父亲亡魂乱石砸死。原本可以在大师的保护下多此一劫，可他偏偏不听话，只能沦为新的恶鬼，在人间赎罪。第二个故事是同房鬼病人。阿泰因车祸腿部受伤住院休养，被护士推进30间病房后，很是不满，说要住单人间。护士说这里和单人间差不多，左边病床坏了不能住，右边虽有病人，但和死人没什么两样。没多久，护士来给老人打针，只见他皮肤僵硬，画满了符咒图案。护士扎了半天也没扎进去，还把针头给崴折了。阿泰看后也没多想，继续躺在床上无聊发呆。没多久，家属进来探望老人，只见他们摆上祭品，就开始默念咒语。阿泰好奇的起身查看，家属看到后立马拉上了帘子。这天晚上，阿泰被电视吵醒，看了一眼大雨后也并未发现异常，就打算拉好帘子睡觉。这时，一个穿着病号服的人现身，阿泰感觉不对劲，猛地回头看去，却是一切正常。就在他打算躺下时，突然一双鬼手从背后伸出，死死掐他的脖子。慌乱中，阿泰按响了呼叫器，护士闻声赶来，鬼手也消失不见。阿泰认为这里阴气重，就要求换病房，可护士却说现在病房已满。此时的阿泰完全没了睡意，坐在床上默默祷告。没想到这时帘子慢慢拉开，看到老人站起，吓得他直接滚下了床，一边向外爬一边大声求救。护士赶到后，以为他产生了幻觉，直接定了一针镇定剂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发现老人就站在身上。此人后背满是奇怪纹身，掐住阿泰脖子就疯狂吐血。第二天，阿泰平静地坐在轮椅上，就好像什么事都未曾发生，还怒骂护士扎针太疼。护士长见状，赶紧俯身跪拜。这时，走廊两侧跪满了行礼者。阿泰坐在轮椅上，手持拐杖，一脸燎像。此时的他就是一尊失去自我的老者亡魂躯壳。其实老者原为邪教掌门，生前修炼夺舍邪术，死后在邪徒的精心安排下霸占阿泰躯体，成功还阳。接下来是第3个故事，亡命背包客。日本情侣小美小帅想搭车去泰国玩，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拦到一辆车。小帅只好掏出钞票挥舞，没想到一辆大货车立马就停了下来。副驾驶上的小哥极不情愿，但一脸凶相的大叔还让俩人上了车。本想要些钱，半路再把他们赶下去。只是车还没开多远，就听到车厢传来剧烈的敲打声。小哥很是紧张，但大叔却无动于衷，直接一个急转弯把车开向了乡间小路。小帅意识到不对劲，急忙追问，大叔赶紧急刹车，掏出手枪恐吓。随后下车查看车厢情况，看着这些白眼尸体，只得将其全部扔下。小哥趁机拉开了一具尸体肚皮，掏出了几道白色粉末。原来两人靠人体运毒赚外快，没想到这些人却因毒品外泄死于非命。小帅看到后也明白了一切，趁司机不备，迅速躲过手枪，直至两人。此时身后一具诈尸慢慢起身走来，一口咬在了小帅颈部，同时其他尸体也慢慢爬了起来。司机见状麻利的开车逃跑，小哥则捡起手枪，拉着崩溃的小美在后面拼命追赶。身后无数丧尸也是穷追不舍，还好司机及时停车，俩人才安全爬上了车厢。突然一阵排山倒海，车停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哥走出车厢，发现司机早已被分尸。这时一个男孩跑过来抱住小美，正好一辆汽车无头苍蝇似的驶来，停在了眼前。小哥上前查看，发现只剩下一只鲜血淋漓的断手臂。正要转身告诉小美时，却看到了男孩那呆滞白眼，就随手抄起一块碎玻璃想杀了他。这时男孩的瞳孔恢复正常，小美因为听不懂泰语，误以为他要杀自己，就捡起手枪将其一枪击毙，然后带着男孩驾车驶向了市区。看着眼前人流涌动的热闹景象，小美热泪盈眶，觉得自己也脱离生命危险。没想到刚扭头就看到了男孩的惨白双眼，只听见两声枪响过后，男孩潇洒下车，张着血盆大口就冲向了人群。第4个故事，亡魂二手车。富婆是个专售二手汽车的黑心老板，低价收购事故车辆，翻新改装后再高价出售。他有个调皮可爱的儿子，没事就爱在停车场玩遥控汽车。这天晚上，富婆在办公室查资料，为了监顾儿子，还时不时通过监控查看动向。这时保安大哥家里有事请假离开，公司只剩下母子两人。富婆看向监控，发现儿子不见，就急忙到停车场寻找，可找了半天也没找着。就在她心慌意乱时，一个卖花小哥突然出现，富婆情急之下将其一顿臭骂，然后回到办公室查看监控录像，发现儿子好像在和什么人说话。可是找到儿子最后出现的地方，一个胖女人又突然出现，只见她痛苦地捂着肚子不停呻吟，随后身体膨胀突然炸裂。富婆看到后撒腿就跑，惊魂未定之际，儿子遥控车一滑而过，顺着方向看去，却空空如也。刚起身就看到一个恐怖诡异脸，富婆被吓坏，拼命逃跑，藏了起来。这时儿子从眼前闪过，钻进了一辆汽车。富婆刚上车，对方又快速下了车。等女人要下车时，却发现车门无法打开。转身看去，一个黑影正在疯狂敲击，下一秒又变成了浑身着火的鬼魂出现眼前。这时车门打开，富婆连滚带爬的跑了出去。没想到那些崭新豪车秒变报废破车，这一幕把富婆吓得不轻，就准备开车跑路。这时浑身是血的卖花小哥慢慢走来，刚等着心惊的坐上车，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，只见一个男人从高处坠下，重重的摔在了旁边汽车上。毛手毛脚的刚驶出停车场，车子就突然熄火，现在只得下车徒步旅行。只不过刚下车就看到了儿子沾满血迹的鞋子，他颤颤巍巍地打开引擎盖，发现儿子早已惨死。此时是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呀，看来昧心钱挣多了，报应也会随时报道。第五个故事是惊魂鬼片场，一个剧组正在拍摄恐怖片《连体婴二》，小莎饰演姐姐女一，小妹也饰演妹妹鬼妹。因为身患重病，小妹也在片场意外晕倒，小 A 看到后急忙将其送到医院抢救。因为小妹不在，剧组只能先拍小莎的戏份。没想到在拍摄过程中，对方却突然出现，众人惊讶之余，更多的是惊喜万分。就在小 B 带着小妹去厕所时，医院里的小 A 传来噩耗，说小妹已死。看着身旁剧烈咳嗽的小妹，小 B 以为是鬼，吓得瑟瑟发抖。正好看到小莎从对面走来，就把小妹交给她，匆忙离开了。随后小 B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同事。由于麦克风没关，导致剧组所有人听到后都纷纷逃离。小 B 认为小妹的鬼魂之所以回来，就是想拍完这场戏，势必要帮她完成心愿，不然就会一直被鬼魂纠缠。这时小莎扶着小妹走了过来，看到片场人稀少，很是纳闷。为了不让小莎起疑心，三人谎称其他工作人员提前下班，导演让他们先拍小妹的戏份。就这样，小妹戏份快杀青。正当三人准备驱车离开时，小 A 走了过来，四人坐上车，一起扬长而去。半路上，小 A 说自己的车被撞坏了，所以只能走回来。刚说完，头上就流血不止。小 B 和小 C 惊恐地向外看去，发现小 A 的车头早已被撞的是严重变形，意识到他肯定是车祸身亡，现在应该是他的鬼魂，就急忙下了车。小 D 看到小 A 不停冒血，吓得直哭。对方表示他从医院回来的路上一时走神，直接撞到了电线杆上。本想下车查看，没想到刚下车就迎面驶来一辆大卡车，将自己的车撞了个稀巴烂。小弟听后松了一口气，招呼车外俩人赶紧上车，还说小 A 是人不是鬼。这时小妹也突然出现，小 B 和小 C 看到后尖叫着上了车，本想加速离开，没想到车子突然抛锚，无法启动。小妹来到车前解释道，因为她太想把戏拍完，就偷偷从医院跑了出来，现在戏一拍完，就想让他们把自己送回医院。其他人听后将信将疑。这时医院阿姨打来电话，说小妹并没有死，原来俩医生是双胞胎，把各自的病人给弄岔劈了。现在小妹没事，几个人的心也都回到了肚子里。可就在他们准备拦车送小妹去医院时，小车的车却摇摇晃晃的开了过来。因为昼夜拍戏导致疲劳驾驶，直接把5个鲜活生命变成了车下亡魂。第5个故事完美收尾。最后说两句，虽然每个故事的时长有限，但场景设置、内容编排、特效使用和剧情完整度却是相当到位，绝对是单元式恐怖片里的经典之作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说到这，喜欢的话就长按点赞、关注并转发一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